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跨越时空的回信，我是时空信使郎宁。这是我们与先烈的特殊相逢，在这里我们沿着时间的刻度读懂烈士的家信，再用一封后人的回信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这是1951年4月11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一篇战地通讯节选，作者魏巍。通讯的名字叫《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战地通讯的刊发不仅让最可爱的人响彻华夏，更让全国人民记住了那场惨烈的松骨峰阻击战。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期间，美军在志愿军猛烈攻击下节节败退，企图通过三所里和龙源里南逃。1950年11月30日，为追击美军，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一路疾行，赶到了松骨峰一带，这里是美军撤退的咽喉要道。为了给大部队合围赢得时间，一营三连这支118人的尖刀部队奉命抢占松骨峰北侧的无名高地，截击敌人。此时1000多名撤退的美军正朝着这片高地涌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战即将打响。三连机枪手隋金山已经预感到了这场战斗的惨烈，他小心翼翼地从衣服的夹层里拿出了儿子的照片，看着那个不满3岁的稚嫩的面孔，提笔给自己的爱人写下了绝笔信。让我们重回峥嵘岁月，倾听时空的声音。亲爱的爱人，你可能不知道我在前线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情况。我在朝鲜吃的是炒面，一口炒面对着一口血，黑天白地的在雪里趴着。这场战斗我必须坚持到底。要是我牺牲了，孩子就拜托你，让你辛苦一辈子了。我为了国家牺牲也是应该的，也值得。等到战斗胜利了，我一定回家，咱们去了。等到战斗胜利了，我一定回家。这不仅是隋金山的心愿，更是全连118名战士共同的心愿。然而在这群中国军人回到家人身边的心愿之前，是誓死赢得战斗的决然。没有子弹了，他们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刺刀就往前冲。刺刀折断了，他们就抱住敌人摔打，用牙齿咬破，直到精疲力尽。他们拉响身上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从白天到黑夜，整整8个小时，三连以118人打到只剩7人的惨烈代价，毙伤美军500多人，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
然而不幸的是，在牺牲的100多名战士中，就有机枪手隋金山。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是否收到了他生前的最后这封信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回信人。大家好，我叫隋凤喜，是隋金山烈士的儿子，今年74岁。这封信你们的家人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呀？大概是1950年底，我母亲收到这封信非常高兴，就拿着这封信急忙地上了有知识的邻居家，叫他们给念一念，念一遍他就记一遍，一共念了3遍，我母亲就都记下了。我记得当初我母亲把这封信当作摇篮曲哄着我睡觉。这封信里他念到最多的话是哪句？等战斗胜利了，我一定回家和家人团聚。每当呢村子里头回来战士，我母亲就第一个跑到村口，可是呢每一次都没接着，她太失望了。在念到父亲的这个家信的时候，其实父亲已经牺牲了，你们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1951年，部队来了人，还带着一张烈士证书。当时母亲吧，看着证书有点受不了，抱着我哭得不成声，昏了好几次。而那个时候您对父亲有印象吗？一点印象都没有，我还没出生呢，我父亲就离家上了战场。我问妈妈，我爸呢在哪呢？我妈就流着眼泪伤心地说，你爸他是英雄。后来母亲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照片，指着这张照片说，那个穿军装的战士他就是你的父亲。我上初中了，学到一本课文叫谁是最可爱的人，班主任老师要求全班的同学念一遍这篇课文，当念到其中一位战士的名字，他叫隋金山。我感到隋金山这个名字好像是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我就回家问问我母亲。母亲跟我说了，隋金山他就是你的父亲。一首摇篮曲，一张照片，一篇课文，一位英雄，帮隋凤喜慢慢拼凑起了父亲的形象。可父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英雄，一直萦绕在隋凤喜心中。直到隋凤喜见到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魏巍，魏巍告诉他，课文中描述的那位咬着敌人半块耳朵的战士就是他的父亲隋金山。隋凤喜不断重复读着课文中的那句话，仿佛这就能亲眼看到父亲战斗的英勇，触摸到父亲的温度。1969年，
随奉喜入伍当兵，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最可爱的人。这对父子虽然未能团聚，但志愿军的精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实现了传承。通过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随凤喜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父亲。而同样也是因为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有一个人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名字叫做景玉卓，他也是这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当中提到的烈士，但是他并没有牺牲。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嘉宾，有请。大家好，我是三山五团一营三连景玉卓的儿子，我叫景兆芳，今年62岁，我也是一名专业兵。当时魏巍是把您的父亲当作烈士写上去了，但实际上您的父亲并没有牺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的父亲当时跟美军战斗呢，白热化的时候呢，敌人放了很多的烟硝弹，把阵地都点燃了，烟硝弹打中了我父亲的左耳和他的左面部，父亲忍着疼痛跟敌人诱搏，打死了两个敌人，这时候火越烧越旺，就把他烧晕了，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所以微微谁最可爱你里头把他写进了名单。后来是后勤部队打扫战场，看我父亲还有气儿，就这么就送到朝鲜的战地医院。战地医院看着伤势非常重，就是送回国治疗。当时您的父亲到底伤得有多重？我的父亲就是烟弹烧的左耳朵没了，上嘴唇没了，牙齿烧的是拧回的，脸变形的，他的手呢就是这么勾的，就是干不了活，就是一使劲这是冒脓，这里头冒血。我的母亲就给他喂流食的时候，他这边喂他这边就淌出来了。家里呢就是靠我的母亲，父亲看我母亲挺累，然后呢父亲就用纱布呢包着自己的手。为啥要包呢？因为他手不包握的时候他握不上，包了之后他能贴上锄头，他能够铲地。那部队知不知道您父亲并没有牺牲这个消息啊？不知道，父亲回国治疗了3年，他自己要求回家务农，就这么跟部队失去了联系，部队以为他牺牲了，他说自己应该呢不给国家增加负担，要自力更生。你上学的时候肯定也读到过《谁是最可爱的人》，读到爸爸的名字景玉卓的时候，你意识到这就是你的父亲了吗？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但是我回家呢问过我的父亲，我说书上写的景玉卓是不是你？我父亲说重名，他说你把课文读一遍。当时我读到人名的时候，父亲转身就走了，心情特别不好。那时候我岁数小，现在才知道父亲是想他的战友。小时候我还受了很多委屈，就一些小孩啊见了我们就说你爸长得难看吓人，就是咱不理会这些。你不要说我是当兵的，就是他一直都瞒着他的战功，就想当一个农民。你有没有再去问问他说，爸你为什么要瞒着这段历史啊？一问他就哭，他说他的战友几乎都牺牲了，他是从100多个战友的尸体爬出来的，他看见敌人杀害战友的情景，对他而言活得比牺牲还难受。
战斗胜利了，战友几乎都牺牲了，自己却活了下来。情愿与战友共赴生死的景玉卓，忘不掉战友满身是血仍拼死冲向敌人的样子，忘不了他们的遗体遍布山野的惨烈，他更不愿意被人称作英雄，躺在荣誉的功劳簿上。为此，他选择隐瞒自己的功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景玉卓的事迹才被发现，他成为了一名活烈士。其实，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烈士名单里，还有两名活烈士，李玉安和胡传九。他们像景玉卓一样，英雄战功赫赫，无名走过一生。这是最可爱的人共同的选择，因为在他们心中，战功是属于整个三连118名战士的。71年来，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松骨峰上的惨烈战斗深深刻在了每一代人心里。但那些牺牲的志愿军战士们，却没能魂归故里。今天，一位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来到节目现场，他曾9次前往朝鲜，就是为了让烈士离家人更近一点。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嘉宾，有请。欢迎你。大家好，我叫曹嘉林，今年85岁。您是哪年上的抗美援朝的战场啊？我们部队啊，是1951年的春节之后就接到了赴朝作战的命令，我当时只有15岁。我那时候刚参军不到一年，部队接到这个赴朝作战命令以后，就展开了紧张的大练兵。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就是1951年的4月11号，《人民日报》呢就刊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也很受这篇文章的感染和教育。我也想当个最可爱的人。我是1951年6月22日从丹东告别的祖国，跨过的鸭绿江。可以这么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您成为了最可爱的人。回国的时候是20岁了，我是在朝鲜度过的少年时光。我2次负伤，8级伤残军人。我就在朝鲜这个战场上，老战友们的关心和呵护，我才有可能活着回到了国家祖国。可是这些人呢，他们永远长眠在了朝鲜，我始终思念他们。2019年11月15日，83岁的曹嘉林登上了松骨峰。长眠在这里的战士们是他年少时追随的榜样，更是他用一生怀念的至亲战友。三连指导员杨少成，三连副连长杨文海，300排长马连水，你们的亲人和祖国人民盼望英雄们英魂归来。
因为烈士的遗骸尚未回国，曹嘉玲从松骨峰带回了20斤土，这20斤土融入了最可爱的人的鲜血与精神，也将成为烈士家人们最好的纪念。我们把从松骨峰带回来的土制作了这种纪念碑式的容器，一个呢就想能够把它赠送给在松骨峰阻击战牺牲的隋金山烈士的儿子隋凤喜。好，谢谢谢谢。谢谢带松骨峰的土，谢谢你们。您抱着这个纪念碑，是不是觉得离爸爸特别近呢？那是光荣的，牺牲是伟大的。这个呢，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他的亲人，他是江西籍的，他叫邢玉春。我们委托节目组能帮助我们找到他，把他转交给他的亲人。我们跨越时空的回信也发出我们对亲人的呼唤，如果邢玉春的家人在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和我们的节目组联系。我们希望邢玉春烈士能够早点找到家人，早点回家。所以今天隋叔叔，您要给您的父亲进行跨越时空的回信，在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最想跟父亲说什么？爸爸，作为您的儿子，我感到非常的骄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隋凤喜为隋金山烈士跨越时空的回信。父亲，您知道我小时候的摇篮曲是怎么唱的吗？等到战斗胜利了，我一定回家，咱们就能团聚了。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是您给母亲写的最后一封信，因为这首摇篮曲，我以为是天下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父亲回家。我以为等我们一家团聚，就不会再遇到任何难事了。可是您一直没回家，哥们团聚的只有您的一张军装照。感谢作家魏巍，他把您和您的战友写进了我们学习的课本里，他呼唤你们为最可爱的人。那一刻我知道，除了我们没有忘记，全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你们。在课本中我知道您牺牲的地方叫松骨峰。2020年，我带着您的儿媳、孙子、重孙子一起来到松骨峰特工连，我想去看看那些年轻的士兵，那一定就是您当年的模样。我真是我真是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我们连是他们在我面前高声喊出，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每个人都是一颗钉子，要牢牢地钉在阵地上。父亲，您听他们是不是像您和战友们当年一股热血？您和战友们的血流在了松骨峰，也流淌在这群年轻人的血脉中。父亲，如果有可能，我多想您能亲自唱那首摇篮曲给我听。您的儿子隋凤喜写于您牺牲后的71年。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隋凤喜、景兆芳、曹嘉林一起寄出这封回信，有请三位。1997年，李玉安老人因病去世。至此，《谁是最可爱的人》当中提到的三连的英雄们，都已辞世。但是，他们的事迹仍然传颂至今，他们和抗美援朝的所有志愿军，永远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现在，我想邀请现场所有的人起立。让我们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简玉堂、胡传九、景玉卓、王文英。这些闪亮的名字不止于一场战斗，最可爱的人也不止于一个时代。那些巡防守边的战士，那些警惕战争的军人，那些艰苦奋斗的军工人，那些殚精竭虑的科学家，他们共同守卫着国土，守卫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向不同时代的最可爱的人致敬。一封回信，跨越时空，传承信仰，铭记感动。流光点，我党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1949年7月，他接受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秘密潜入台湾。此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3个月。至此之后，他的家人失去了他所有的消息。直到1987年，刘光典的儿女才得知父亲早已牺牲在台湾。刘光典潜伏在台湾时究竟做了什么？在他牺牲62年后，他的儿女来到节目现场，讲述家人对他半个世纪的等待和追寻。